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，现在是5:10，我刚回来，然后我老公这两天身体有点不舒服，让他在家歇了两天。我们现在打算去找我哥去，我哥就是年里年外不都是在海南那边出差嘛，前天刚到的北京，回北京了，然后今天正好有时间，我们也都在家，现在去张仪村那边去找他去，正好好久没有吃过那边有一家河南的烩面特别好吃，正好带着他一块去尝尝去。我看看多好吃。可好吃。要吃面，我也吃不到了。哎，我到六点老弄有点事儿，得要给他屋里边有点事儿。哦。六点了。这两天了，我给你找点烧饭去。行，那嫂儿啊吧，嫂儿啊，一会儿俺吃个烩面吧。行吧，你忙你的，没事。你忙你的吧，俺搁这边吃个烩面都可以。啊。这味儿吗？嘿嘿嘿，怪快的啊！这么远不让人过来了，也太远了，那没得跑。晒得黑，晒得黑，那边热天，这睫毛晒黑的晒的，这来着了还能捂来了。去吃个烩面。没有，我还有事儿呢，我明天去啊，小一段。过来。这是谁呀？吃完没大家？可能是因为打疫苗就是反应嘛，打完疫苗他们都说有点这个，就是这个心理啊，不要在家里，有一点对，这好多了，接着都好了，这好多了，心理免疫系统的问题啊。过来，这能还送外卖骑着团购还热了，你要吃完肉怎么样？你要肉和弟弟的话送外卖吗？我感觉送外卖这上面都是不一样，看着变帅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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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吧，你要忙你弄忙吧，没事，等你休息了，到时候再来拿去啊。啊，行。风真大，外头。他去不让了，因为他属于是工作，我们是属于自由职业者，所以说他现在的时间是就是没有对不固定。那我们就去吃个烩面吧，吃完烩面再回去，不能白跑一趟。要两大碗烩面。耶，没人吗？两个大碗。对。好，两个大碗面。你吃凉菜不吃？要一个。这有烧烤，它是。还有烧烤吗？嗯。还是要凉菜？你看你吃啥？你喝不了啤酒。坐这儿吧。坐，你坐里头，坐吧。你坐那儿，你怎么吃啊？往里坐，快点。哎。再拼，我拼个凉菜。谢谢大哥。喂，哥。喂。啊。奶奶给到没？给这儿了。又不去了呗。大哥，我给你找了，我找给他说了，他说要钱嘛，一会儿送人嘞。我先没信儿，那我怎么？啊。那来吧，快点，再要一碗。对。能吃点烤串儿，乖。好。啊。好嘞。哎，行，我要了，我坐下，他面有点疼。没事，你过来都弄好了，好。嗯，要一碗。再要一大碗。正好一筷子都没动了啊，等着他。坐呗，恁两个正好坐这儿。挺好的啊，正好。俺没有动筷子嘞。我这碗一会儿让你送人。烤串儿，吃吧。没事，一个小时。真是差点啤酒那两个。先这是给你要的。吃吧。没事。这也是今年的第一次聚餐。对，也是一次聚餐。过年俺没回家，都没见面。吃，应该吃吃。